将自我极限化，悲愤为力量。我眺望桃花林在迷雾中绽放，我听见梦多少年有一抹忧伤，情绪在释放，随风扬起芬芳，我穿着一束光，快醒来。毒药，你想杀我有一百种方法，何必用这种手段？以你现在的能力，你什么都做不了，只会让悲剧一次次的重演。爸爸妈妈，如果世人都说冰火对立，非黑即白，我就打碎这个腐朽陈旧的世界，让他们知道你们是对的。以我的生命为引导，以我的鲜血来呼喊你，高贵的卡罗迪里斯啊，展现你最强大的力量吧。他已经臣服了，我允许他百年之后进入龙族。谢谢你，高贵的卡罗迪里斯，还要麻烦你先把他带回去。小猫猫，要听你爸爸的话，否则我要打你的小屁股了。龙伯伯才舍不得打我呢。你这丫头。别打扰他。竟然在短时间内抓住卡罗迪里斯的形神，可见你在精神力方面有着很高的造诣。卡罗迪里斯是那头青色巨龙的名字吗？他是风龙王，我的契约伙伴。我想知道你是怎么跟冰神塔结怨的？如果不想说，我也不会逼问。我只是提醒你，跟冰神塔结怨并不明智。这段恩怨迟早会了结。爸爸，刚才那头金背地龙是怎么回事啊？这件事和龙族的历史有关。我一直以为龙族只存在于记载中，已经消失了。龙族活跃于大陆时已经是千年前远古大战时期，那时大陆上有数千巨龙。巨龙虽然强大，有着漫长的寿命，但却极难繁衍。他们为了研究人类的繁衍能力，同意了与人类签订契约。那时候每个国家都以拥有巨龙战士为豪，巨龙就是力量的代表。将军，军队已经集结完毕，等您指示。踏平冰雪城，踏平冰雪城，誓死守卫冰雪城，誓死守卫冰雪城。让我来杀光他们！为了冰月帝国，风龙来了！弓箭手，弓箭手，为老来。
区几条风龙就敢来我们冰雪城撒野，烈火燎原，杀！就是现在，冲啊！数次战争让巨龙的数量开始减少，他们也发现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拥有人类的繁衍能力。龙王意识到龙族的危机，他以生命为代价向龙神求救。滚开！龙王知道你有反叛之心，才特意让我来守护这次祭祀。他才是龙族的叛徒，如果不是他和人类签订契约，我们怎么会被灭族？穿刺！我的先祖舍命拯救了龙族，所以龙神赐予我们一族龙守护者的称号。而龙神带着其余龙族返回神界，葛系只留下一头巨龙在大陆上生活，但不能再参与战争。而我族每一代的优秀者都可以与留在大陆上的巨龙王之一签订平等契约，并监视留守的七系巨龙。每代的优秀者，毛毛会努力的。所以现在大陆上只有七头巨龙，除了不能参战以外，他们是完全自由的。巨龙虽然闲散，但他们对人类很厌恶，尤其是屠龙勇士。竟然有人想屠龙，人类的贪婪是永无止境的呀。您说的这些和金背地龙的进化有关？这是说一种拥有龙族血脉的生物，他们有一定几率借助天地之气除去自身的杂质，引动体内的龙脉化作真正的巨龙。你们遇到的这只已经上千岁了，这头地龙在我的精神魔法禁锢中进入了最后的化龙阶段。作为进化成功的回报，他要向我的家族臣服百年，我打算叫他九歌龙。一年后我就有巨龙当召唤兽了，耶！爸爸万岁！你别得意，以你现在的精神力还不足以与巨龙签订契约。我回去就努力修炼。这个就送给你当礼物，算是纪念。我回去给龙伯伯看，他一定会夸你的。这是用香樟做成的射牙，小伤口或者是被毒虫叮咬了，只要用射牙蹭一下就不会感染了。香香的。这种射牙一向有价无市，也算难得。猫猫帮了我这么多，这算感谢的礼物。让哥哥跟我们一起回去好不好？他做的饭真的好好吃哦。猫猫一个人好无聊，要是有哥哥陪着，以后保证不跑了。胡闹。记住妈妈，我也
我希望你永远不要再见到我的女儿。龙召唤师，果然是传说中堪比神将师的存在啊。我也该动身了。灵儿师妹，这是我用水晶球记录下的流星雨，送给你。师妹，谢谢。静静，你明叔给你炖了汤，可要趁热喝了。这丫头又跑去哪里玩了？来人呀，把小姐给我找回来！爸爸，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去找念冰了。这次我绝不是因为冲动。念冰从来都不会是困在山坳的雀鸟，终有一天他会成为翱翔天际的雄鹰，接受所有人的掌声和欢呼。但是我不想也不愿只是一个为他鼓掌欢呼的观众，我想要站在他身边，为他战斗，陪他闯荡整个世界。你托付那个魔法公会的小伙子送了一封信，对吧？您都知道了。你不用紧张，不管你寄给谁，写的什么内容，爸爸都支持你。风雨欲来，我们需要一部险棋来拯救我们的家族，还有你。渐变慢了，心中杂念太多，终将一事无成。你肩负的是凤族的希望，从出生的那一刻起，你就已经套上了血脉的枷锁，你没得选。遵从族规，我本是没得选的，但是族规真的都是对的吗？凤羽，你敢怀疑？不知不觉过了这么久了。是真的，我若有空就来给你做饭。真的？你说的啊，说话可要算数。我们的主厨可是妙厨王，是妙厨神的首席弟子呢。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见解。对了，你的魔法师等级是？总有一天我们会见面的。那你下次能不能做给我吃啊？这就是你念叨了三天的那个新人。确实年轻，不错。我还有很多要学习的，以后还请多指导。彼得，你真是找了个好苗子。燕大哥觉得我的男伴怎么样？是不是很帅啊？你来清风寨这么久，为什么什么都不告诉我？凤女，这次是我遇到了难题，希望你能帮忙。礼物我不能收，我和明师傅本就有些渊源。刘老板，既然你的主厨都认输了。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我叫念冰，你呢？我叫凤女。让我们为冰火魔厨的完美厨艺干杯。出门在外一定要记得照顾好自己，我就送你到这儿了。冰兰城，我来了。
冰火魔厨官方账号获取更多动画资讯，一起前往仰光大陆，探索魔法入厨的巅峰。去找当初的模样，有一个我。